然后再看一下茶汤，对，你看它茶汤的颜色，如果你是行家的时候，你就当然会选择清澈的。现在在看到的是东森购物台，要代表是那部内地听到无？讲台湾区哦，你讲什么话啦？哦，怎样？想要跟咱台湾讲是内地啊？咱跟中国也无什么关系，伊就要讲咱是内地。今麦在咧看的，到底是倒位？我想拢无。中国还看会到吗？伊伫咧内地，内地。真歹，唔通甲买。